还有那种导演同行也有些吗？最近呢一個月裏面，我哋有好多嘅活動。如果各位同學有留意的話，其實我哋可以將我哋校慶嘅活動分開唔同嘅類型去舉辦嘅。咁大家睇一睇，檢視一下藝術方面嘅。我哋之前有我哋嘅音樂會，有我哋嘅《我們的苗圃》攝影繪畫比賽，呢個藝術方面嘅。體育方面，我哋有我哋嘅各類嘅比賽，今日我哋呢個拔河比賽，同埋亦都有我哋遲啲嘅同校友舉辦呢個足球比賽。呢方面體育方面，咁喺學術方面咧，我哋有一個常識文學比賽，亦都有我哋一個作文比賽，同埋我哋都有同學啦，做一個係書簽嘅，送俾老師。感謝老師嗰個恩惠嘅一個咁嘅活動。除此之外，大家仲要睇一睇，我哋啱啱先上個星期六，我哋舉辦咗我哋嘅圓遊會一個慈善嘅活動。各位同學，如果你有留意的話，你會睇到我哋嘅活動包括咗咩嘢類型啊？慈善方面嘅、藝術方面嘅、體育方面嘅、學術方面嘅，呢幾方面包括咗咩啊？是培養我們每一個人成才我所必須的一些元素。藝術培養一個人的氣質，體育培養大家一個強健的體魄，學術是我們將來應付在社會上面我們各方面的一些問題所需要的知識。這個就歸結在我們校歌裡面，我們要求我們的同學強體魄作安靜，但前面還有一句志以廣得為輕，這個我們希望同學回來能夠思考一下，究竟我們在聖宗裡面，我們有那麼多的活動，那麼多的學術方面的東西、體育方面的東西、藝術方面的東西，我們的參與有多少呢？我們付出有多少呢？我們能不能夠盡力自己去將自己提升這個個人的修養和學識和這個體魄上面有沒有提升呢？最終我要提醒各位的同學，多謝我們的老師付出了這麼多的辛勞，這麼多的精神幫我們同學舉辦了這麼多有意義的活動。我們這個整個月慶祝校慶，但是這個校慶的活動其實也是將我們每一個同學提升每個同學質素一系列的活動。我希望我們的同學能夠好好地參與我們的活動。剛才剛剛才我聽到總會理事長跟我說，他說拔河不是靠蠻力的，是靠一個團體、一個團隊的精神。我欣賞這番說話，我亦都期望我們的同學能有這個團隊的精神，在今天裡面能夠展現了這種精神出來。剛剛我看到初一零班全班同學很高興他們的老師出來帶這個團隊，成班同學好整齊咁樣同老師講老師唔安，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因為我哋嘅同學應該有一種團隊嘅精神。見到我哋自己班嘅同學老師出嚟嘅時候，我哋唔單止係精神上有一種支持，我哋都喺其他各方面有鼓勵有支持。我希望大家喺陣間比賽嘅時候，亦都能夠盡量發揮呢一種咁樣嘅團結嘅精神。多謝各位。林輝奇副會長和張樹坑副理事長的人，跟住下來我們首先是要介紹一下我們比賽入面的主裁判的中國澳門拔河總會的劉志群先生。
士，吳議員，第一禮格，雙方敬禮。
再學完成語嗰個叫咩啊？三甲，三甲啊！佢哋著軍服啊！Thank you.
Thank you.
邊個？我高中邊個？我陈真，哎，尹正成，尹正，叫陈真。好，预备，望住一 ，yes。哦，影多张，一 ，yes， 搞掂。左边先。好啦，下翻晒啦，各位。好啦。好啦。謝謝而你隔離冇份參賽都係正路。我哋咩啊？團隊精神獎，佢哋嗰班冇參加。